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拉风牛。这期呢，给大家看看最新曝光出来的悬浮车啊。那么这个悬浮车的话，目前是没有正式命名的啊。开始呢，我以为是一辆玩家自制的组装车啊，但是后来跟漫步确认过了之后呢，这辆车确实是游戏里面的真车模型啊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这辆车呢，很有可能将会正式登陆飞车。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啊，毕竟飞车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这个新的悬浮车了啊！虽然说悬浮车有些图确实变态，但是随着各种流氓车的问世之后呢，这个 A 车与悬浮车的差距也是缩小了很多啊！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更新悬浮车坑一波啊，不是提升一波新鲜感，那也是正常操作的，是不是啊？ 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辆悬浮车啊，你看它的轮子啊，它大又圆；你看它的车身，它高又长，就是太高了，有点开着像个坦克一样。如果说是真车问世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车入弯的话是非常挡视线的啊。 这个问题后续可能会改进的吧。好的，最后问题来了，如果这个车真的发布了，你们会买吗？ 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。